我要自己准备我的白色麦克风。没有。那是给白麦克风。白色。我一定要叫老总，走向路线。我练习啊，你看，你不觉得我今天穿的衣服跟明信片一模一样吗？对啊，还有人没有缴明信片的，记得要交给那个外面柜台那边哦，叫我那边写信给你们这样。啊，今天提早进场的也会有明信片这样。然后因为要让你记得我，所以写信给你们。没有看过偶像写信给你们的吗？应该是第一次吧。也有也有。对啊。我是讲偶像啦，真的有点心虚，我希望啦，我是绩优股好不好？大家就期待那张迷你专辑一样，然后大家也会想要唱另外一首，就是关于土地跟语言这件事情，有一首歌，就有些朋友知道这样的，那阿美族其实是台湾原住民里面算是比较。真的是比较乐天的一个，我们是台湾原住民里面唯一的母系社会，比较美啦，比较对，妈妈比较大，男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用。